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天线。今天我们来拍圣诞节的交换礼物。那这次受到莎拉姬的邀请，对，拍的形容词加宝可梦招式的一个交换礼物，总共会有12位 YouTuber 一起参与这个交换礼物，每一个人会收到两个，也会送出去两个。那我这边分别是物以类聚。宅到不行的同行，宅到不行是形容词，那同行是宝可梦的招式。另外这个是希儿送的，急速的电光一闪，很明显女生就是比较细腻，好不好？连那个包裹本身都已经先用包装纸帮你包起来，非常充满圣诞节的气氛。我自己送过去也是只有箱子而已。对，在拆收到的礼物之前，先看看我制作的礼物吧。天线这边所抽到的有两个，一个是庄严的烟雾，要送给优购者，还有另外一个是高傲但宅心仁厚、低调但是受万人敬仰的龙之吐息。那这个龙之吐息是要送给姐妹洞的。烟雾的话，我这边想到的是这个滚滚浓烟，就是呐喊队的，算是一个烟雾信号弹。然后我们要把它实体化。之前天线也做过类似的主题，是做讲究头盔的，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。可以点右上角的资讯卡去看，这边等一下会把它的一些使用说明跟注意事项拍下来，一起给右购者。那滚滚浓烟的素材有这个就是我们的烟火绝缘胶带，做中间这个黑色的螺帽，银色的尖刺的项圈，尖刺的部分我会把这个星星剪下来套上去的话，对，我想了蛮久，那时候一直在想说这两个螺帽跟项圈要怎么处理。那想来想去，就在胶带区看到这个，中间呐喊队的字样啊，我会用这些色纸去把它拼凑而成。那我们就赶快来开始吧。做完了，各位有没有很像呢？而且它是可以使用的哦。那如果有过程要用的话，记得要在空旷的地方用哦。卡顶忘了，我们要装严的它的盖子，直接装盖子里面好了。你可以看到有我们的严哦，非常的庄严，有没有？应该不会乱掉出来才对，它那个盖子密封的程度还蛮不错的哦。那另外一个高傲巴巴巴的龙之吐息，这边天线所找到的是这个老翁龙，以龙息闻名的宝可梦就是这个老翁龙。那它的形象也蛮符合，就是低调啊，因为它一直躲在深山里面，偶尔回到村庄去找小孩子玩，非常符合那种高傲且低调的感觉。好，不管那个形容词是什么，反正我就是要它。比较可惜的是，我们龙之吐息在 TCG 中文版本并没有出直接的卡片，所以我这边会把另外这张卡鸭嘴火兽它的高温吐息，把这个吐息给剪下来贴在这个上面。只送一张卡片当然不够啦，所以今天这边准备了几张，要把它做成立体的纸雕，对，就是把它叠起来立。那我们就紧接着来做吧。
完成啦、啊，让大家看一下，就是大概这种感觉。这边就是这一次两个交换礼物，那希望他们收到了会喜欢，也希望观众们喜欢啦。接下来就看到我们收到什么礼物吧。物以类聚，他说要拆这个时候，我可能会疯掉，桌面会有一点脏乱吧，所以还是先来拆这个好了。希尔的放压轴，他说会疯掉，我是真的有点怕怕的啦。从外盒啊，可能是运送过程中我看到亮粉了，就是那种小时候小朋友在玩亮粉，你知道吗？已经都渗出来了，我有点难想象打开会是怎么样。对，那我们这边先麻烦天天姐姐帮我准备一下抹布。他说外箱应该是比较安全，对，重点是里面的内箱。哦，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卫生纸盒，没想到亮粉已经外露了，哇，我的天啊，这个应该是卡片吧？卡片跟我一样，就是拿一张随便一张纸。亲爱的天线哥哥，听说你很爱萨罗玛，但是买不到模型，所以我们就 DIY， 希望你会喜欢我们的礼物，圣诞快乐！白物以类聚的阿伦跟乱舞，我对不起你的手跟桌子哦，所以金色的是沙子的部分就对了。我还问他，都洒出来了，听说，我都洒出来了。看不出什么，好像有很多个分件的样子。哦，这是一个基座，是不是？我看到战斗陀螺的贴纸。这是一个蛇，一个战斗陀螺的贴纸。看一下哦 ，BD60好像是王者赫里欧，是不是？不是吧？啊，就沙子，然后战斗陀螺跟蛇的意思吗？好，这是一个王者赫里哦，然后沙子跟蛇，沙子有没有金色的沙？然后战斗陀螺，然后蟒，所以是沙罗蟒的意思。他的影片应该会呈现说为什么宅到不行的同行，或者是这样吧。嗯，那剩下的好像还有一只蛇，我就懒得把它拿出来了。哦，它里面就是好像一个胶带，然后上面贴了一堆热的沙子，它里面也都是。快乐一点。对，这个又好气又好笑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我们陀螺啊，它的包装是有一些洞的，就是透气的那种，然后所以里面也都是啊。对啊，这个里面也都是，一整盘端进去。整盘端进去。请你玩了，谢谢你的物理二句。好了，我们来看希尔送的。对，希尔大应该比较不认识他，可是他好像以前就有玩过其他的卡片游戏了，他是一名实况主，他好像是一个物流的箱子，哦，拼图吗？拼图吗？急速的电光一闪，哦，里面又是一个包装，然后哦，他的少女心喷发，还有星星，还有梅。还有花瓣，假花瓣。啊、卡片还有信封。那纸胶带是那个，就是卡纳赫拉的宝可梦纸胶带。然后第二次感染，希尔。天哪，他去买圣诞节的卡片来写，他太有心了吧？立体的，他是立体的，他是展开。哦。它的卡片内容写在下面，来看一下。第二天线本来想说来个募资平台上的什么飞轩炫光球，哦，我有看到那个，就是它会有一个棒子，然后它会球，它是一个风扇，然后它风扇很强，会让你就是，可以丢出去，然后像飞盘一样回来。但时间不够你拍片，但这个也很符合闪电的感觉。哦，这个是它的明信片，很漂亮，然后后面还有它的。绝对领域的部分，来正式拆礼物中的礼物的礼物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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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它是一个光球，还有附一个 USB 的供电线，我花了一点时间弄到延长线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哦，啊，关着，它很多电流在跑，对。会耶，它的那个电流会跟着你的手指跑。来关灯一下哦，来，画面应该只会看到一堆黑，然后有一些影子。哦，它的球很漂亮耶，哦，
哦哦哦，这会这感觉会有点怕被电到那种感觉。好，打开的吗？以上就是我这一次收到的两个交换礼物，一个是在他步行的同行步行的去送的，另外一个是极速的电光一闪是希尔送的。那也可以去更多的人的频道，有如果是爱玩卡尔物，你可以去沙拉基希尔星际站那个路客，关于那么多姐妹洞林立杰 Gameplay 抱歉没到，对，包含我自己总共有12个频道参加这一次的交换礼物，对，还蛮好玩的啦，对，我蛮期待其他人会送出什么的，还有收到什么，对，所以我应该会一一去看。那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次所看下的影片啦，那喜欢影片的话呢，记得帮我按下订阅跟分享出去，我们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